今年的台中很热闹啊，我们歌姬宴也已经现在启用了啊。除了古典的音乐以外，当然流行音乐更是台中的特色，所以我们举办这第一届的东亚流行音乐节，这个是我们定位这个城市以后就是流行音乐一个呢，大家呢可以说在这边最有发展也最友善的城市。那台中市举办这个活动是很具有挑战性，因为要是东亚的，又是国际的，又是流行的音乐季，那我们就找到了老洛老师没想到他真的很厉害这次的活动的企划有来自八个国家跟地区可以说从流行音乐民歌民谣到摇滚电音嘻哈，哇，各种音乐的元素都有刚刚又看到那里深五洲那里掌中戏台，我们掌声也感谢一下真的是把这一个流行文化创新结合非常多的元素。那么台中市，我在竞选市长的时候就有承诺，不能只有呢这个南垦丁北贡寮，我们中部一定要有台中，大家说对不对？这样子北中南都有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重大的活动，那也很高兴，我们连续要延长到三个礼拜，哇，这个真的是很大挑战不止如此，山海豚都要演出，除了在我们圆满剧场，还有在无期跟公园，所以三个地方这个真的是在设计上很大的挑战，但我们有信心要让音乐下乡来落实文化平权，这也是现在大台中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有呢能够缩短城乡差距。那待会大家很期待的这一些歌手也好，这一些音乐家也好他们是今天的主角，那我呢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参加，那么来享受一个我们金秋中秋节即将到了，那么最好的流行音乐的一个这个活动。再次的感谢老莫老师，感谢我们的深五洲还有感谢所有贡献的人，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林市长给我们这么棒的东亚音乐节，非常感谢。那么出接着呢有澳门的吴乐斌，欢迎罗碧，来自澳门。还有呢，接着来自冲绳的 Sako 小姐呢，今天穿着她的传统的服装，非常的美丽，穿着她的这个网球三线。接着呢 ，The Boopers， 哇，很帅哦，同样很帅。来，中间请。The Hoopers， 哇！接着呢，我们来欢迎 Dilo， 哇！我看这个听友团最多，听友团，歌友有歌姬来台。接着呢，掌声欢迎 June， 哇 ！June， 热场，热场，来啊！接下来呢，音乐非常特殊的 The Piano Jack，Piano Jack。
的非常的壮观，都要谢谢我们的林佳龙林市长。那现在呢，各位，你们手上都有加油棒，对不对？我们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把你的加油棒拿起来挥舞，好吗？好。看一下，我看一下。来来来来，我们要看一下万头穿洞。然后呢，我们要请所有的贵宾跟你们一起合照。你们不拿起来，这样子我们画面呢就没有办法拍到你们了。来，加油棒拿起来，好不好？来来来，一起拿起来。然后呢，我们要请所有的市长还有的贵宾，我们一起呢来要向后转。我们跟所有今天。好了，今天因为我们开幕哦，难得大家齐聚一堂， okay. 给大家呢拍一张照片哈、哦。好的没？好的哈。谢谢。好，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林佳龙市长，谢谢。欢迎哦，哎，每场都要参加哦，哎，拜拜。